各位藏家朋友们，您好，我是加拿大沃丁顿拍卖亚洲艺术部专家朱欣然 Amelia。本场重要亚洲艺术线上拍卖会将在我公司网站进行，拍卖日期为多伦多时间5月15日至20日下午2点，依次节拍。本场拍卖为您带来加拿大本地八大家族私人遗产珍藏，由著名越南画家李普先生于其巅峰时期所创作的油画作品，以及与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藏同款的明代三彩琉璃螭吻所领衔。欲了解更多信息、品相报告及图片，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至 asianer@waddingtons.ca 或通过我们的网站与我们取得联系。